兄姐妹平安。我叫林冠宏，我今年46岁，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慢慢的长大之后，大概17岁的时候，我误入歧途，过去曾经吸毒15、16年的时间，直到35岁遇见神，我到晨曦会戒毒，也因着戒毒之后，从过去什么都没有，神重新翻转我的生命，为我预备了一个伴侣，一个配偶，然后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叫做以恩。那我过去是一个吸毒15、16年的毒贩，但是因着认识神之后，神很奇妙的带领，让我们从没有一直到如今，我们有一个中古车行，然后还有一个书房。书房在4年多前，我们承接了这个书房。那过去书房，神的感动，我们书房是一个资源中心。那因着这个资源中心，我们期待书房可以连接以色列，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祝福，也让以色列可以成为台湾的祝福。也因着书房，我们因着对神的信心，过去承接的书房在4年多前完全不懂的书房怎么营运，所有厂商不认识，也咖啡厅我们完全也都不懂，但是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承接了，从4年前走到如今，神不断的扩张，我们也带领我们从没有到如今，书房已经慢慢的上轨道，慢慢的连接了一些教会，成为教会的祝福，盼望教这个资源中心也可以成为一个装备神国度工人的一个合场。慢慢最近我们有一些开在书房有开一些课程，透过这些课程可以装备国度的工人，来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来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成为以色列甚至成为国度的祝福，来为国度守望。你好，我叫新璇。承接书房之后呢，我们希望书房可以带给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还有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可以透过我们这里，然后可以更认识以色列。因为在圣经当中啊，总是离不开以色列。在这一本圣经当中就一直在讲以色列，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书房的一些小饰品或是一些装饰，可以对这些弟兄姐妹可以更想要来认识以色列，知道神如何对以色列的一个心意，以至于他们可以就是透过圣经想要来更认识这一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很还是不退流行的一本书。对，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在这里不单单只是分享圣经，还是可以分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好，欢迎来圣恩书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这个是去年光明节我们新的摆设，如同像是在一个帐幕当中，在如同在以色列，在神要以色列人在守这个祝棚节，还有如同在过去的约柜的时代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像是一个帐幕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一楼是咖啡厅，我们有美式的拿铁，有厚片，有以色列的茶品，然后我们有还有一特色的文创。那请大家进来，我们有一楼的摆设，我们有去年光明节所留下来的灯盏、酒盏的灯，还有一些从以色列带回来的一些金灯台的礼品。对，然后请大家进来，竖起，然后有很丰盛的，如同在迦南美地一样，有这一些这么多的蔬果。神是丰盛的神，然后这是我们一楼的位置，有可以让一些人在这里可以看书，可
可以甚至在这里可以有一些祷告，然后在这里有一些聊天，甚至在这里可以有时间在这里来读经，甚至来看一些属灵的书籍。然后这边是文创的部分，我们有最近有结合了一些新的厂商，这些设计都是一些爱主的一些主内基督徒的厂商，然后他们的一些文创的礼品上面都是有经文的，然后有很多这些文创，他们这些人都是他们这些有创意的商家，他们都是有经历神，有很多他们都是有生命的故事，以至于他们愿意在这些创作的商品当中带下神的话语，也带下透过这些文创的商品可以来祝福大家这样子。那有一些这个是我们从以色列带回来的，有石榴树琴，还有金灯台，这些都是从以色列自己带回来的一些礼品。很棒。然后这整面墙就可以当成是一个商品墙，然后让大家进来就可以觉得，哎，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的，有很多的东西是吸引一些人的目光的。那我们中间这边有一个列国的一个国旗，我们也希望来这里的人可以来为国度来祝福，然后为可在这里可以来为以色列祝福，然后为全世界的国家来祝福。这样，我们希望这个书房是可以成为国度的祝福，然后来为国度守望，这样。那我们这边这一面墙是布置墙，我们有金灯台，然后有耶路撒冷的国徽，上面有特别有一个经文，这是在民数记六章24-26节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施恩给你，向你扬面，赐给你平安。这样。愿进来到每一个人来到这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有领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让神可以让每一个人来在这里的无意当中就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那我们可以一起在往上面，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吧台，这吧台的话就是有以色列的国旗的。我们可以再往这边走，这边有一个金灯台，这边这个布帘，这个也是从以色列带回来，这是九盏灯的，这是光明节特别节期的一个灯台这样子。那这边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哭墙的一个图，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往上面。好，这是二楼书房的部分。那刚好一楼是咖啡厅，二楼书房，他可能在一楼传福音，甚至跟人家分享之后，他可以到上面买一些福音的商品，然后来祝福他的朋友，或者是未信主的人有机会来到这里，有可以认识神。快过年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红包袋啊，有很多的春联，小春联、大春联，然后有一些应景的过年过节的东西。这边有一个在这里可以安静，可以在这里看书，甚至在这里在这里可以向窗外可以看，说在这里发呆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外面，然后在这里来看书，或者是在这里想看看最近在这里我想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祷告。那这是一些教会主日学的一些教材，然后圣餐饼、杯饼，然后一些教会用品。这边有以色列的国旗，小的国旗，这是以色列国旗，可以带回去为以色列祷告。然后这边有手抄圣经，最近很夯的手抄圣经，会帮助一些人在抄圣经的时候领受神的医治，领受神的祝福。这一柜整个柜都是以色列的礼品的专区，有金灯台，有膏油，有祷告巾，以色列国旗。这边有一些匾额，然后这都是一些挂饰、一些吊饰，对，然后有一些是从以色列带回来的。